跌咗銀包喎，提唔提佢咧？唔提？都系提佢啦。阿叔，点做嘢啊？唔该。喂，咁耐嘅佢，唔好意思啊，迟咗落堂。咁迟啊你？咁食嘢啦，好肚饿。好啊。喂，今日去食 K F C 啊？仲有食 K F C 啊？今日感恩节啊嘛，你香港又冇烧鸡，咁梗系食 K F C 啦。好似啊。啊，走。珍惜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，感恩身边每一件小事，一个小小的选择可能就换你一世了。